看到了。轮胎是幺二零二四的。这是几是出口车？出口车，这就是标准车。估计没拆了，如果你打电话啊。好多哎呀，有的也有可能丢了。这车已经出来大概有四个月了，但是还没付款呢。怎么印没贴啊？你看着很旧了，已经。安卓上的约斯特，这车加价加了不少钱，轮胎加了不少钱。这应该是也是出到非洲那边去的。右舵的，嗯，是右舵还是左舵？左舵呀，左舵这边。就是安卓已经选了约斯特了，咱们要过去这个。428的，但这是个52级的，灰色的。嗯。电风机的。这个 D242 的 ，D 级的。价格都一样，为啥不选国三呢？对吧？哦。他肯定那边的油品的话，质量不一样。机器是一样的，国二和一加是一样的。就是做这个推荐。就加前面这一套也没少加钱，就这点，大灯、护网啊，防撞保险杠。